一提到金寨路的厕所旁边，合肥的网友立马就会想到517牛肉蛋炒饭，名气啊也是非常的大，在合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现在517开新店了，就在这个明光路的幸福里美食城，依旧还是豪车排队，保时捷、玛莎拉蒂莱万特、小牛，还有一个这一个玛莎拉蒂，门口停的还是依然都是豪车来排队吃。然后重点是啊，还是依然在厕所旁。从路边摊的苍蝇馆子升级到了一家时尚餐厅，一进门就能看到517的大 logo， 装的还是很时尚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价格有没有变。帅哥，你们这边新店价格跟之前都差不多吗？差不多都一样的。牛肉蛋炒饭是多少钱？牛肉蛋炒饭16元一份。你点一下我看看在哪。这个老店也是16是吧？对。哦，这边牛肉蛋炒饭，还有那边的特色那个鸡蛋汤是吧？对，有的。鸡蛋汤在哪？这个旁边，9元一份。这个鸡蛋汤9元一份，老店也是9元吗？对，是的。基本上价格差不多是吧？对，大差不差。店面升级了，环境更好，但价格没有涨，还是老味道是吧？对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边是517蛋炒饭的后厨，又增加了炒菜，还有那边是烧烤，然后透明的厨房，开放式厨房。这边是炒饭的工位，等一下创始人师傅来亲自给我们炒。这个就是每天用的这个炒蛋炒饭的米饭是吧？对。这用的什么米？用普通的。老板现在开始炒，先下油。对，先下油。这用的什么油？用的菜油，菜籽油。菜籽油。对。今年50多了。你们店一共干了多长时间了？31年。打鸡蛋？对，鸡蛋都是好鸡蛋。用的什么鸡蛋？合肥的最好的大鸡蛋。合肥最好的鸡蛋是吧？对。这打了2个，你现在炒的是几份？两份。两份的是吧？一份一个鸡蛋。对。你们家生意这么好，有没有什么秘方？没有秘方。那为什么生意这么好呢？哎呀，天天天天的坐在一起就行了，对着这顾客，对着自己就行了。以前因为开在厕所旁边是吧？对的，挺有特色的啊、哦。怎么想起来搬到这边呢？这里人太多了，地方太小了，坐不下是吧？对，没办法了，谁在那里坐不下，谁在坐不下。那为什么白天不营业呢？都干习惯了。你们一般几点营业到几点？我们现在是5点半，到晚上夜里凌晨是4点。5点半到4点。对。凌晨还有人来吃吗？有。这一份是多少钱呢？这一份16块钱。然后这个是2份，这放的是对滴滴答答的黄牛肉、纯牛肉、绝对新鲜的牛肉。还是卤牛肉？红烧的。你们一天能卖多少饭？现在不行，这也不是太好啊。就以前高峰时期能卖多少？高峰时期一我那个边小店一天能4-500万。4-500万？对。哦。那我是以前都我一个人跟我老婆2个人炒，老店地方很小。哦。再放点这个汤汁。这个要炒这么长时间吗？嗯。我感觉比正常蛋炒饭时间要长。对。再放点葱花。对，6分了。啊，出锅，这好了。这是1份。2份。人多的时候是2个人一起炒。鸡爪也是他们家的特色，这个鸡爪多少钱一份？40一份。这一碗40，相当于一个鸡爪是4块钱，有10个是吧？对。这个是做西红柿蛋汤的西红柿是吧？对，每天吃鲜，每天下午搞的，搅碎了是吧？熬制的，提前熬制好的西红柿。对。里面放其他料了吗？没有，纯的，就西红柿。对，纯的。提前打碎好的西红柿是吧？对，打碎的，不是打碎的，打碎的不对的，不是用机器打的是吧？不是打的，是绝对不行的，用手打的。对，打碎以后用煮熟的。剥皮，是不是去皮？去蒂，斩碎。哦，用刀粘。对，这现在放
开水。对，开水。鸡蛋呢？现在得就鸡蛋，别的什么都不要放。烧开再放鸡蛋。对对。加点这个西红柿。那这个都是打碎的，如果我想吃成块的呢？没有成块的。不行，味道绝对不一样。不一样是吧？对。这个现在就等它煮开。对。煮开放。人家是最土的办法。我们来尝一下这个五幺七蛋炒饭啊，他家的这个蛋炒饭在合肥也算是蛋炒饭界的天花板。这一碗是16块钱，牛肉鸡蛋，还有一份灵魂西红柿蛋汤。这个蛋炒饭就感觉更朴实，更接地气。再配着这个咸菜吃啊，来点这个辣白菜，免费腌制的辣白菜。吃蛋炒饭啊、哦。我觉得它这个组合搭配就很棒，啊、嗯，配着这一点小咸菜，又加上这个西红柿鸡蛋汤，这个组合我是真的是太爱了。还放别的，不像卤菜，咱得放点很牛肉大料的，更原一点的，对吧？嗯。其实这里一样的。对。看到香料多了以后，吃了就不想吃了。看到你不想吃，看到你下次别又能有想吐的感觉了，朋友。但是你朴实无华，什么不放，就是朴素，最朴素的。最朴实无华的。最朴实无华的炒饭，你是挑出来的，咱没什么秘诀，咱就是这么普通，对不对？小林，我只是这样。我虽然是美食主播，但是我不是特别能吃。但今天这个炒饭啊，就像家常菜一样，很香。等了半天，这个西红柿鸡蛋汤终于凉了。他这个做法也比较特别啊，大家可以学着他这种做法，把西红柿打碎，不要切块，打碎，好像味道确实浓一点。今天晚上吃的有点多，米饭吃完了，汤又吃完了，还剩了这很多菜，等会打包。